心疼的。我要吐吗？啊？车萌人萌，把我的心都给变走了。萌，就是我的小名。小夏，弄么子题吧？原来是你个二货，你脑子上没几人吗？你敢撞我？哦，原来是你不交租的。我这鞋是意大利进口的，你拍我！我开我的车，跟你的鞋有半毛钱关系啊？自己的虚荣自己买单。还有，记得交租，好赚钱。如果下次你再不交租的话呢，倒霉的就不只是你的鞋子，而是那些宝贝包包了。这是我的宝宝，你把我的包还给我，你背着我的二手包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二手包？当然不是啦，青青，不要听那个疯婆娘胡扯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想清楚，你再胡说八道的话，我就把上次在厕所里拍的那些照片全部发给你爸妈。亲爱的，我们走。滚！叶雨轩，你给我等着！这时候未到啊。我跟你说，赶紧给我下车。你先拍我的鞋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全新的保时捷跑车，你要敢擦坏一点点，你就等着割肾吧。好啊，那你接好了，我现在就还给你。哎哎哎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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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哎，好好好，我赔你的鞋，你要赔多少就赔多少，但不是今天，改天好不好啊？啊，我那可是限量款，你想要车，拿你的修理费来换。喂喂，雨欣，喂喂喂，雨欣，雨欣。李主厨的刀工果然精准啊，每一片都一模一样，就好像设置了程序的机器人一样，就连这面无表情的样子也像机器人，好像一点人性都没有呢。这明明是个温馨类的主题，怎么那是要拍出点火药味出来？哎，随他们变吧，想怎么演怎么演，大不了后期回去剪。哦，不过仔细看来来了还是有一些瑕疵的，果然李主厨也不是十全十美的。佳明，干什么？把洋葱切了。我是主持人，只负责解说。
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在我的厨房工作，就必须跟我一块儿动手。嗯？吃酒钱，怕你啊！我在家的时候经常帮我爸干活的。来，这样。到底想干嘛？来，这样，刀工讲究的是下刀准确，不要犹豫，不要握着刀柄，要手腕用力。切菜可不是砍柴。故意的吧？还想占我便宜？导演怎么还不喊卡？好，就这样。录个节目而已，你要不要靠那么近吧？专心点，导演还没喊卡呢。嗯？今天不都是你喊卡的吗？要的就是这个 feel， 全部都这么拍，收视率绝对暴涨。他们这也是为了节目的效果，都是做戏。不要放在心上。我累了，没兴趣看了。棒了！今天终于让我喊到卡了，收工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你及格了。